阿弟啊，啊，现在要嫁做查某囡仔，你足该要的嘞。哦，弟，我比你高较悬，像我这么悬的查某囡仔，不是做 model， 就是做运动。弟，你讲我复制贴上你个廖千呐，我摕良品券来跟伊比，我若跟恁某讲，你嘛知影，结果是啥？不过你若欠电，嗯，我是来跟千呐讲。你才欠电啦！啊，说出去啦，非得拢用穿好，就成安尼啦。哎，你千万唔通安尼大嘴巴，早去甲千阿讲哦。那无，就算讲你是神眷顾的男人哦，我咪赶快救他。哼，好，这你也不要。好啦，我来讲真相。我不爱啦，我不爱啦，我不管啦。那，你卖甲我救啦！这只地可能是我的。是安怎来阿阳帮啦？阿妹妈，这是大家的职工，大家拢会使有欠钱啊！你教好我，我替你看好，好无？莫讲阮查某孙，伊给我的钱特别多呢。人伊吼足骨力的，伊内心哦去捡迄看管啊，啊去换钱，啊欠起来。我吼还有足侪只职工哦，代替伊个钱欠无好啊。那钱哦，是后边哦，阮小姨哦，伊都含要嫁人，我要甲传嫁妆的呢，这是哦，足重要重要。叫阿勇卖甲我抢。哎，冰哥，囝，咱即马哦，都来甲这个阿妈好好盘乱一下。你毋是就是要摕到杨小鱼这条王牌？只要将阿咪阿妈哦，杨小鱼哦，绝对会选你这边的啦，啊。送啥啦？两件传世币来。哟，阿姨，你是安怎？面仔有拄拄，心情无好是无？你是啥物人？但我毋捌你啊！你看我心情是好还是歹？阿姨，你甲我放袂记哦！我开车载过你哦，啊，佮有进前咱咧餐厅食饭，你一声胖见。是我去替你找回来，让你欠起来的。一千块？啊，你是讲我胖起一千块，是你甲我斗三工，甲找回来的哦？对啊，我阁有包餐厅的菜给你，想起来未？啊，敢那有呢？那你哦，你紧甲伊讲哦，我这弟讲哦，莫让人去甲我蒙着啦。我吼要欠足侪钱，要给阮小鱼吼做计算通够用啦。啥物人拢无去甲我抢钱的呀？阿姨，你才介意这款存钱筒哦？安尼下一摆我再搁买几落个过来，干那你有，拢莫互别人摸着，好无？当然嘛好啊。你袂用个骗我哦，你若是骗我。你哦，会喙齿疼，你会头壳疼，你会巴肚疼。袂啦，我袂甲你骗啦。小鱼哦，真是阮总裁的重视啊。而且你阁是小鱼的阿妈，阮当然会好好照顾你啊。啊，小鱼哦，阁拜托我买鸡汤来给阿姨，敢有要啉？买哦，小鱼买，我当然嘛要啉，我要啉。好安尼，跟我来。啊，好好。嘿，若讲天公伯哦，足疼小丽，哎，确实无唔对嘞。好佳哉，拄只哦，咱无直接去找迄个阿赖妈接受。看起来这疗养院内底拢是牛进出的人嘞。为着即马咱确定，即个阿妈甲杨小鱼的关系，咱就直接去找杨小鱼讲。有这阿妈的相片，我都唔相信杨小鱼会听我的。